帅了，欢笑战机冲场开打。太壮观了，昨天晚上约6:30，现场超过7000位球迷，直击五架幻象2000战机，才大雁队形低空飞掠，桃园国际棒球场上空。为蓝苹果桃园本周阿米哈以及黄埔建军90周年活动揭开序幕，很帅，很帅，这么震撼，很震撼。除了幻象机冲场外，国军还加码派出1000位官兵，以国际大赛的规格秀出传说中的大国旗，并领唱国歌。战绩精良的特种部队当然要现场交出严格训练的成果，整场表演毫无冷场，大成功了。不过桃园虽然主场有点漏气，投手群挡不住义大犀牛的炮火，中场以3-11落败。至于在台中的统一师与中信兄弟之战，辣到不行的统一师百威女郎也让现场温度加温，高温到两队形成了打击阵，中场兄弟15-9力克统一师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